没错，请进。嗨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探班的。河马呢？他还不知道我们分手了。你干嘛不跟他说？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了，大家都知道嘛。你带他来干嘛？不是说还是朋友吗？探个班不过分吧？随便说说你也当真，奇怪。啊！哎！你今天要拍几套啊？七八套吧。那你觉得河马拍的好还是我拍的好？有差吗？我看你最近粉丝团好像有点冷清。我直播人气很高，好不好？但下面的留言好像……你最近又有拍什么？我最近都拍动态的比较多，有遇到几个很正的。有我正吗？拜托，都 A 咖女神哎！拽屁呀！拽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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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找你有事啊，重要事啊！先坐了。干嘛？先坐了。欠多少？没欠，就是我要拍一部片，想请你演个角色。那去找你的 A 咖女神啊。是女主角，戏份很重。女主角，演什么？就爱情啊，动作，还有什么啦？电影吗？怎么可能拍到电影？哎，谁说？就是电影，而且预算很多的。那我去找那些大咖，找我干什么？进入指定的嘛？指定什么啦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陈志豪，想我就说。才不是好不好？在那边乱扒，我不会跟你复合啦。是真的有大老板看上你，找我帮他拍一部他想要拍的片吗？那是要拍什么啦？ 就爱情动作片嘛。你要带我去拍 A 片？不是，你只要帮他打个手枪就好了嘛。陈志豪，你有预算很多哎，三万，三十，三百万，怎么可能啊？我之前拍的那些 A 咖女神拿的更多，有钱人世界不是我们想得通的啦。真的假的？谁那么有钱？他老婆很正哎。竟然看上我，300万。趁他有兴趣的时候就接了吧，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。再说，你那堆卡债还完了吗？干你屁事啊！至少你可以过得不错吧？是这样。
下没错啊，可是赚这种不好吧？而且你干嘛这么积极？变态！哎，我也不想好不好？不接这种根本活不下去啊！每个月还要拿钱回家，学贷都还没缴，现在连球球都……球怎么了？肾衰竭，慢性的。医生说，老猫通常都有这种毛病。你不是说会好好照顾他？我也不想啊，我都快要GG了，好不好？要有钱，现在连猫都这样，该怎么办？能做什么？钱从哪里来？我也想要当导演啊，我也想要拍好的东西啊，但就没办法。我要3000万。啊？3000万，我就帮那死老头打手枪。你坑掉了吗？影片流出去很危险，没3000万我不干。人家有头有脸，不会传出去好不好？有骇客怎么办？不会那么衰啦。你去问问看啊，如果可以，我们就3-7分。不会这么衰吧？你不问问看，怎么知道啊？如果可以，我们就3-7分。不好意思啊。打打看。这很奇怪欸。你不打我打哦。不要了。啊，好，我打。快去。喂，董事长，我小陈啦，啊，可以打扰你一下吗？哦，没有，计划没问题啦，庄永杰他 OK 啊，只是可能要追加一点预算啊，就是可能要加到3000啊，多的部分就是请教练帮他加强一下啦。对啦，我也是觉得有点夸张啦。加码啦！哎，董事长，不，董事长，没有啦。不然这样，我请庄永杰给你来点 special 的。他可以用脚。哎，对，他要用脚帮你滑一下。啊，他那个脚。又香又白，那个脚的弧度很优，很有质感。啊，对，就像艺术品一样。董事长，您真内行。是，没问题。会计那边我们会搞定。好的，谢谢董事长。我们赢了！太真！哇！这！河马怎么还没来啊？
和马比，我还是觉得你把我拍比较好看。你本来就很好看啊，零死角。你该不会都跟其他 model 讲一样的话？其他女人全身上下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，除了你以外。哎，你该不会在哪里得了香港脚吧？把人家机器搞烂也要赔钱哦。你真的很奇怪，很奇怪，真的很奇怪，你才香港脚，你才香港脚。Thank you.